好，大家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影片。今天呢我们要来试一下这一次活动的车子，一台新的战车，长寿龟战车。原本我是想把它升到十级的，但是我在升级它之前，我原本有700万左右的钱跟快1000，还有大概1000个钻石。我钱跟钻石剩这样子，但它只有6G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，我拿到了10个金色的高级布料跟5个高级零件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知道它的等级10的技能是重型，它重点是它的5级的技能过热时间不可摧。它应该就是说你在就是武器它的武器在过热的时候，应该就是防御力会提升之类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试试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它的前面这两个是有个像眼睛的东西，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很畸形的乌龟啊。OK。好，我们先上车。它只有一个武器，然后这音效听起来很像那个什么外星手枪的音效。我已经想到一个最好的办法可以去测试这东西了，我要直接杀去军营里面。走起走起走起，我就站在这边我不动。等一下，我先想办法等它发射下一发的时候。来来来。OK。刚刚那发是没打中还是它整个扛下来了？欸，他扛下来耶，他在那个坚不可摧的情况下是防弹的，看来我太小看了，我以为只是防御力增加而已。3、4、5 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哇，你想跟我硬扛伤害啊，大哥？他直接把我顶起来。我们先想个办法，先把5星解除好了，然后再好好看一下。刚刚已经试过了嘛，飞弹打他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从高处跌下，他会不会？我想想要怎么弄。先把他的过热调弄到零静止，走起，没事，也没事。高速跌落伤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总会有办法可以把它炸了。量子异能枪对交通工具造成超大损害，而且它是单体射击的，所以不会伤到我。来试试看，预备。开火，开火。好，有射到一发。有事吗 ？OK。然后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，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我们下一片，等下还是先不要订阅我的频道好了，最近不是很想更新频道。那我们下一个片再见喽，拜拜。